spark, it's the fire, it's the passion. But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朱丽琴，今年19岁，我是在香港回归的时候97年出生的。然后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画画，是一名年轻的艺术家。我2岁就开始画画了，我先画画，然后再说话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语言表达不了的东西，可以用画，用我的思想去表达。其实我觉得我的灵感很多时候是在我人生中所经历的东西。我10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香港，而且当时候就去了上海，然后再移民到纽约。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会感觉啊，我跟香港是不是有了一个一定的距离。可是当我把香港这个字永远都带到我的身边，香港中国带到我的身边，这样子我就感觉好像我跟我的家就这个距离也拉近了。那我在纽约的时候呢，我自己有在Art Expo， 就纽约艺术博览会参展，然后也有在巴黎的罗浮宫也有参展我的艺术品。其实整场里面呢，我是最年轻的，而且我也是唯一的香港画家。然后他们很惊讶，哇，你这么年轻。那当大家都称呼我是一个中国香港的这个艺术家名称的时候，我自己会感到非常的安慰，很开心。对于一个19岁的我，离开了香港这么久，而且离开了我的家这么久，我觉得是时候应该回家了。而且我在外面学到很多知识，我希望可以分享到在我的朋友圈子里面。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自己家，就是香港的责任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我应该在外国吸取到的东西放回在自己的国家。香港越来越注重艺术了，而且香港也真的越来越多元化，我觉得可以去在香港发展我自己的艺术前途。对于艺术来说是一个梦想，我会希望香港的年轻人继续追随自己的梦想，不要放弃自己的爱好，去在自己热爱的东西去发展。很多梦想都是这样子，只要你肯去做，你肯去尝试，然后才能画出我梦想里面想画出的那一幅画。